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。对，这首歌上次有唱过一次嘛，所以这次应该也看到成熟一点的感觉，对，因为还是一样的，没错，是有点成熟了，好了，生气耶，好，接下来玩游戏，我就没有玩游戏了，所以你很喜欢玩游戏，今天已经。准备好，那我们都不要唱歌吗？游戏就我们就你的歌准备好了，不要这样，还是要唱歌的。这个游戏有听过吗？气息大健好，就是也要保持乐观的一个游戏。它就是一个把眼睛蒙住，然后要打中对方的游戏。白话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要阅读那个空气，它叫气息嘛。那你们会讲话吗？不会。那也太难了吧！而且还会转一转，而且你要感觉清楚，不然你会打外面的人。那示范一次就知道了。对啊，我一定会打到摄影机吧。好，我来示范一下。示范组，好。一，好，开始。没有人要理我。你确定你要讲话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厉害哦！你是不是听到了？你是听到了？他发出声音了，他发出一个声音了。对对对。哎哎哎！太快了吧！哇，好厉害！好强啊！耶！好厉害！直接阅读哎！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？没有，你有感觉到吗？听到你摸这个的声音哦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竟然在音乐人前面露出这么一点声音，这个破绽，马上被听到了，耳朵很厉害。好强哦！我刚刚还在感觉而已，好快的。他刚才说抓到学校之后他就输了，这是唯一一场，就是看得出来是真的听出来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刚刚大家都太 peace 啊，太乖，太安全了。对啊，只有我打他最大力，很好。对对对，会痛吗？不会痛，不会痛，没事没事。我看人家玩都是，我一直挥的，你们到底怨气有多重？没有，你知道你们是生活主持的伙伴吗？压力很大，就有架就要把握着打这样。因为这张专辑在写恋爱嘛，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喜欢你的人，其实喜欢你不只是他喜欢你这样，他其实会喜欢你的全部，所以你的难搞就会变成你的优点，可爱的你的特色。原来女生都是这样想，女生的角度原来如此，难怪奇怪怎么都不改这样，想说是不是应该互相体谅，应该把它改掉，哎，没有没有改，但女生是这样子，原来女生是这种感觉。我觉得今天要真心话。你要懂，就是我们如果不假装喜欢你们难搞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在一起了。我们怎么骗到你们？所以你们是假装的。哎，我们没有，我朋友是假装的。